前几天我们去那个马来西亚挑战，娃娃机今天就在新加坡时代隔了一个河，差了多少？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首先就是他的那个一玩一次多少钱差蛮多的。那边马来西亚大概是玩一次7块台币，这边玩一次大概新加坡玩一次大概25块到30块台币。可是必须说他们的东西不一样，东西不一样，东西不一样，他们的东西比较可爱。你想试试看哪一个？这个小瘦子，它比较可爱。对，我觉得这里的东西比较可爱。哎呦，有爪力可以啊！要输我，要输我。哎呀，太粗了！它是一半就掉下来了。哎呦，而且它没有救。那你要抓一下啊！说它甩浮太小。对。稍微对一下。哟！哇！哎呦，粉丝还继续说不要剪了，不要剪新加坡很难。结果我们马上吃，好可爱啊！我跟你讲，新加坡就是还没有被我教训过。我觉得怎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教训新加坡。我觉得怎样，你知道？我觉得到哪都要挑台。我讲真的，不管哪个国家都是要挑台，所以那个不会输。也是有机会啊。我想说可以凑一对。对啊。进去。哎呦。我刚把另外一只夹出来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勾出来。哎呦。完了，没夹到，夹到。直上直下，夹中它，出货！哎呀，玩吃中的要3块钱，3块是台币多少？那个两颗就是25块嘛，哎，这一颗12.5块，3颗就是玩一次要37.5块，37块台币，要不？好，算了，我觉得这快要了。压住它，它动了，最后再试一次，因为我没有弄进去。压太中间，不要压中间。试试看这个比较划算。那够大大的狗。大的狗，又回来继续讲这台。太可爱了。跑掉了。跑掉。还是我们再夹一只寿司。也可以啊，刚好三只凑一对。好，我先把它弄出来看看。出来了。出来了。有机会。掉。哎呀，差一点。大耳狗也是没问题，大耳狗先出掉一只 ，OK， 出吧。不行，我不要公正，不对。我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意见。来吧，哇，往后跳哎。有哦，有料哦。进步。要两爪在旁边怎么样？哎，有有有。哎呀！啊，这波。哦，有哦。要不要打？要，一定要打。出了。其实它其实蛮好夹的。还有球，我现在出第二。那我觉得新加坡很好夹。要出第二盒的。进去，收。好，站起来比较容易。夹起来，快点。出。快点！哎呀，这个一定要换钱的，这个。这个我绝对要换钱。这个绝对要换钱的。出货。
拜。我要去夹那一排。岁数跟我说他想要这个，想要汉顿。你刚自己不是已经夹一堆了吗？为什么又要我夹？没有，你先帮我夹。你看你自己看，他刚夹一堆了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观众你们要看到后面，我再跟你们说我要干嘛。岁数都说这边就只剩菜就好了。对啊，不然呢那个也快出了。就这样子啊？对啊。这样就出了。这个在枪尾啊，这个。啊、加这个好了，这个在抢位。你在放的，就是上子下的啊，可是你也是甩一下，突然打安全牌。这还不能甩。好，那个直上子下，还有外带啊。没有。啊，那拜拜。这次可以吗？你技术很差。打算把我钱干光了。干光。环球直接没钱。这样就带出来了，没有那么多。我跟你讲，新加坡就是还没有被我教训过。对啊，最后再刷一次。你刚刚不是说不能再玩了？最后玩一次，不能再刷。都你在讲。我已经在娃娃机花了1000多块了。不是啊，娃娃机本来就是这样。本来就花1000多块。在台湾，你台湾都有万元气候啊。再一刚好员工在直接还原，我觉得还原比较好。还原原本的那个样。因为刚刚其实全部平躺，我觉得不知道。对啊，平躺就不好入手。现在又有理由继续重拼啊。没错，认真的。我这一波这一堆至少要带30多人。我不知道我的泳池到底能不能上去。可以啊。不是啊，我要拍天鸟，我要拍天鸟。哎呀！哎呦，一次就出啊！没有，因为刚好那一次比较重，所以我入身的刚好它就。位置刚好就在洞口旁边。那个间谍是不是也可以？这个很关键，因为这个比较轻，所以这个要捏得比较薄。它有可能会用。它就刚好在这边破掉。好哟。往前走。玩的有点多。快丢快丢。有点多。哎呀。我绝对是对最准的那种。快丢！哎呀。好好好好，我后面爆发了，我这边大概回血，大概五次机会再出一个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再出一个宽盒，有喂，有了外带，哎呀差一点没了，我翻水台上都是外带，扣起来，快走，最后一次机会，连我再剩5枚，哇那张多一枚。多两枚，多两枚。你有一个很甜的味道，我就考虑加码。讲给台子听。台神，甜吗？好像。甜吗？有一点小激动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怎么处理这两枚，换那个2块钱，他给4枚，刚好给我2枚。哦，哎呀，差一点呢。更甜的味道。哇。因为我多一点扣的话，安全安全安全起见，这已经出了啦，你也挡住了，他真的没出掉二楼，出了啦，这个啊，我靠，捞了一下，不要这样吧，一点就好了，哇哇，包到了包到。陷下去，啊，这个应该出了。我靠！你有在摔哦。OK。哎呀，我的。有吗？没有。这辈子不再讲爱你。哈哈。拜托啦。外丢。哎，怎么变内丢？包外丢回来，出来！操，今天就是跟我没缘。马娟，哎，这个捏的比较薄。我很求求你。哦，他怎么变这个角度了？第一次出现这个角度。第一次这个角度哦。
进去了，卡住！我靠，直接丢。啊，那算了。算了吗？对啊。好了，睡猪，最后你结尾吧。你刚刚你自己乱花钱加到的，你要怎么处理？抽你要抽哪个？那个选择障碍，抽这个。抽这个。然后抽这个。抽这个，好。OK 哦，抽这两只吗？抽这个。再抽哦，三只哦。抽三只。哇靠！两只 YouTube， 一只脸书。哇靠，这么麻烦。随便你啊，那你到时候帮我抽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有开两间店，一间在中立富士湾，一间在板桥富士湾。两间的 QR code 都贴在这边，你们想要抽一番赏线上抽的话，代抽都可以找我们哦、喔。就这样，那还想看我们夹什么？留言告诉我们。留言你们想要的款式。OK 哦。一二三。站着穿。下次再见啦。拜拜。